死啦！招呼后生啊！啊，你当时有一个后生，我哪唔知？哎呦，潘红霞，你来找我，拢伫市里读册啦，还袂有机会哦，介绍给你认识。所以你结婚啦？你爸爸就找过身啊？啊，安尼就好。啊，唔是啦，哦，我意思是讲，啊，这囡仔生得真古锥，甲你真像呢。伊甲因爸爸哦，生甲一模一样啦，可惜因爸爸过身了早。家在啊，阮正常就独立的，平常时啊拢是伊在照顾我。好啊，好啊。妈，你这几天吼，拢一直在搬厝，手吼一定在酸的。我帮阿伯你啊。你敢袂晓？阮正常哦，平常时啊拢有咧替我抓呢，伊手都袂歹哦。因为我的力足大啊，阿伯，紧爬起来啦。哎，你看，我形容好啊呢，我这老尽头啊啦，啊有当阵会听，有当阵袂听，啊即摆已经袂听，啊免麻烦啦，免麻烦啦，好，免你啊。阿伯，你别和我客气啦。我真正无跟你客气，我是真正我等你个代志哈，我先来，我先来哈，我先来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阿松，妹妹，我的去，我的头，妹妹。正祥，你头带是不是故意？是家己去用着我的脚的，我明明都徛伫遐遮好好的。阿妈拢看着啊。我惊伊给别人食豆腐。这个囡仔是？啊，伊是阮后生啊，伊叫正祥。你有结婚啊？因爸爸哦，就找我过身啊。那安尼，你听我苦劝啦，阮这个菜市啊吼，拢良家妇女，啊，所以你的穿搭爱改变一下，啊，上个手吼，拢爱穿迄有迄手仔的，啊，裤吼唔通穿到遮尔短，啊，尤其你遮啦，肩坎的所在啊。哎，你有遐悬，上个扎起来，啊无吼，我惊有人会对你有无好印象。这时啊，佫有规定讲衫安怎穿哦。啊，阿聪来无甲我讲。无规定啊。你哦，唔好听伊哦，拄仔都乌白讲啦。伊哦是牺牲你的体格，遮尔遐好着。啊，阿姊，谢谢你阿姊。起来比头端迄个较低个。来，这里。啊，你是行路有伫看路无啦？规涂骹拢是扫蚊铺呢，啊，搁打你卖，唔出来跋巴倒。那你过来啦。哎，过来。完了！我的妈！你两个在创啥？你不是顶届在拍出做的那个人吗？还想要吃我妈的豆腐哦？我什么代志拢无做呢？什么代志拢无做？你拄仔几个人带伫我的身躯顶，敢无？我妈，我今嘛就去报警。等下，你有看到无？是你妈妈把我揽掉掉吼，不是我要吃伊豆腐哦。